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华国锋同志致悼词。同志们、朋友们，今天首都党政军机关、工人兵以及各界群众的代表，在天安门广场举行隆重的追悼大会，同全国各族人民一道。 极其诚恳地悼念我们敬爱的伟大领袖、国际无产阶级和逼压迫民族、逼压迫人民的伟大导师毛泽东主席。几天来，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都为毛泽东主席逝世。 感到无限的悲痛。伟大领袖毛主席毕生的事业是同广大人民群众血肉相连的。长期受压迫、受剥削的中国人民，是在毛主席的领导下
在那生存的中华民族，是在毛主席的领导下站立起来了。中国人民尊敬毛主席，信赖毛主席，尊敬毛主席。国际无产阶级和进步人民都为毛主席的逝世而深切哀悼。 毛泽东主席是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起草者和引领领袖。毛主席在领导我们党从国内外到内外的阶级敌人作战中，在长期的艰巨的、尖锐复杂的阶级斗争。 和两条路线斗争中锻炼和培养了我们的党。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就是毛主席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路线从党内有的和走的机会主义路线斗争的历史。在毛主席的领导下，我们党战胜了陈独秀。 瞿秋白、李立三、楼兆伦、王明、赵国涛、高高饶漱石、彭德怀的机会主义路线，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又战胜了刘少奇、林彪的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 在毛主席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路线的指引下，我们党不断扩张壮大，从几十个共产主义的小组，发展成为今天只要有3000多万党员的领导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党，成为一个有纪律的、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武装的。 采取自我批评方法的、密切联系人民群众的党，成为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毛主席在长期的革命战争中锻炼和培育了我们的军队。毛主席很早就做出了。 桥杆子里面出政权的著名论断，亲自领导了秋收起义，建立了第一支工农红军，在井冈山创立了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50年来。